请问，别先别捏，请问为什么会形成小馒头形状的盐？开始。为什么？我投机。为什么？投机倒把，投机倒把，投机分子。我激动啊，大哥，没来拿走吧，拿走吧。为什么？摔机以明智啊，前锋，来吧，你来吧，来，林老师。啊什么？这题目啊，选 B， 每颗小馒头受热均匀。没有问题是刚才有大有小啊，不就是 B？ 哎，我觉得是为了凹造型。因为第二个多，第二个造型不可能。B 多可爱，咕噜咕噜它沸腾了。哎呀，你看多可爱！咕噜咕噜沸腾了。我觉得是 C 或者 D。咕噜咕噜。D 是方便计算锅内盐的，那是他们自己组织起来的。来，大家数数我们现在有多少块了？可能是底下有一个模具，它只能就是咕噜那个地方。B 多可爱啊！来，你们认为的正确答案是？一二三 ，B。好，你们弃权吧，放弃吧，放弃吧，你们弃权吧。选 B， B 啊，干嘛？为什么？刚才两个人拼命的争 C 还是 D 啊？我们选 B 吧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！南哥不会骗我的，又再一次啊！不是 C 就是 D。韩哥放水都放到这样了，你们俩还不明白？快快快快快 ！C 吧，你看韩哥这手，韩哥这手，确定了吗？韩哥这手比的是几？韩哥这个手比的是几？你看这个手比的是几？傻，打死我都不改了。S H A 傻，打死我都不改了，就是 B。你没被打死，你们家鸡被你砸死了。正确答案是。B， 我们请小游，咕噜咕噜来解释一下。